今晚是我们的首场公演，30位小姐姐们，谁能够成团出道？各位浪花们，今晚你们将决定他们的去留。在3轮对决中，支持率低的3个危险团将会有人要离开了。每周6晚10点，敬请锁定天下卫视推出的明星挑战真人秀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。